呀，表哥，表哥也爱油。哎，放那里。啊啊！对啊，那我算你是饭点儿的了。我光给你做饭了，你这韭菜啊？我带了几个菜啊？哪几个菜没带？没带啥菜？那光带着嘴来的还不行？那带嘴咋吃啊？吃啥菜啊？还有带几个菜，不好看了。啊？还要拿盆倒的不行啊？呀呀，你又还是不是不来带家？你这我对着我挨上。那我看你做的啥嘛？这桌上也全没带的呀，好像啥？啊，是我的没有，我咋吃药汤？现在还没到。咋子啊？太好了，就是。你打那个配走一步，回来来来，打那个回去吧。佳佳，热不？放哪去？放那边去。热不？热吧？热不行。孩子饭了，来了。来了。孩子饭了。哎，再陪伴。哇！呀，大腿子烧的好热。这一锅，他一直阴雨是吧？来来来，哎，我来了。哎。看啥呀？太阳了，你看看你也不咋也。这怪人的啊！那这满锅了都。行不？这怪人的。这行不？这呀，别火了，这去吧。怪人的。你们这个。谁在炖羊？炖羊汤是吧？啊。给你表哥还是有饭吃的。哦，这你都不来喝羊汤？还去呗？不去了，就往就上这来吃饭。最后一站。不是，知道，到过年上哪去呗？还让我去呗？五万天都知道了。买了个新的啊！买个新的。哪有买新的？那时候咱俺个过完的还说，买的那个姑奶奶值多少回子了还没。姑奶奶说都是我拿钱，你这是姑奶奶拿的钱。赵三零的门票。赵三零的，赵三零的。赵三零的。家人们来喝羊汤喽！朋友们，彪哥非要上驴村来是有目的的，因为今天驴村这里有斋饭，给彪哥熬羊汤喝。哎呀！彪哥，你今天怎么多喝的哈？一大锅，我喝，那你这完了的，我也喝，我来了，我看着你喝，我不喝了。我今天看着你，还剩一拉根。对，我省给你了。行，彪哥别停了，洗手吃饭吧。洗手吃饭。对。下去。哎呦，你喝两碗、三碗、四碗、五碗、六碗都行，表哥，给你喝。喝酒呗啊！给表哥个肉多的，表哥还不吃，看看这个肉多。你快喝呀，喝了再多喝点。那行那，那你这大肚子喝稀呗？我挺着是吧？够二十个人喝。40个人也够了，快。给你给打电话，给他我你不来熬的那个羊汤了，真熬的他们了，啊，算你的，就算好的啊。你看他几个人了，他就五六个人，就是紧紧旁边。对，再加上我银林兄弟他两口子，再加上咱三个，你不喝了，哥，哥哥又不喝了，咋？又不喝啤酒了？不喝你喝醉了，你别喝这个。专门给你热的，你又不喝了？咋给热了？给你烫了。你养大了不中了，装不下去了你再喝。今天跟着表哥沾光了。对呀，你看他都没来。跟着表哥沾光了。你喝哪个你都喝哪个。去宁夏他们都喝出来。先喝哪个喝哪个，别嫌我的老人。对，哪个？喝哪个？这是我老给你。表哥，你老早来回。这个豆腐。刚来我给说，老早给说好，你来走吧。这个豆腐炖的给你打九分，四分吧，有点怕你骄傲，张哥。九分都行，其实六分正好及格。你这回治好了，下回期待再治不了，治不能好的味儿了都。你吃完饭再走，上电视。上电视。喝了嘞。完了，喝干了。你再提凯哥。你每天这都吃的，你都喝出来。明天都不用走了。明天早了都嫂子上面躺了呀。哎呀，给老表说，老表怎么得最少得喝五碗。得跟你这说，你跟那表哥混了三年了，没混过饭喝啊？你那喝羊汤，你得混过几回，跟那吧？哪瓶子？吃这碗喝羊汤，你看。他关键最主要的，你那还有什么？哎呀，酸都欣赏不落。
俺们这豆腐炖的真是。你要不要我要的去？不要了，我这一碗我喝了我也不能，我得看老表姐。老表，老表喝几碗了？老表，喝完一碗。老表，你只要得喝三碗哈，你那孩子来的，弄了那么一大锅。早上不吃了，吃饱了。再喝两碗。哎呀，不闹了，我管谁当哎，你看这个行吗？你看你表哥喝的。哎呀，你这个行，我的个乖乖，表哥你真是，给你再好的衣裳也背了，就一门一天也就是你这。回家洗吧。表哥脱了头亮的，别的也没有干。衣裳也亮，衣服也抹的亮。抹的亮。表哥，你吃饱了呗？赶紧看看抹的你吃不？我吃不了了。还有人抹的。还有一碗羊汤。我怕不，我吃你不是要喝两碗呀？我吃一个。有复杂的呀？你那么四斤不？嗯。今天吃饭馍，家人们来吃饭喽。一碗一个汤。表哥，你喝啥？一个馍。一碗汤一个馍。又堵了嘞，又见复杂了。对。表哥想喝啤酒嘞。别一说，我喝啤酒喝，生气了，在那坐着，不喝了。是吧？嗯。又念叨嘞。生气了。然后呢？我别说喝啤酒还喝什么拉肚子是长肚子记得不喝了你说的没事你说的呗俺俩在那辣瓜嘞咱俩辣瓜你说的吗大冬天喝了啊你说大冬天喝了啤酒啊喝凉啤酒喝的是这是那个什么然后两个大姨说的咱回去怎么自己在那实验自己说哪能比不见他儿子比谁都好使吧他懂嗯对他没有现金三年的这样的谁的体年了我说的我这喝啤酒我娘的。别懂啊咱俩在这坐着。别懂也喝了。嗯。别懂也喝了。不喝了喝啥不喝了。我这喝了不是不是。给准备了啤酒了晒。晒到那个高粱里了不是晒上天地里。就一年的那个姐姐。哎对。真是可惜。今天羊汤好喝呗姐。好喝。在这闺女都不成啥样哎呀多香多好来这个吃死豆腐炖的好吃吧昨天再来过老头子好来收饭看了我身上不露长得那么半天你也不中啊下回再来的都沾着了这样今天也不中啥你手艺不能很多了你知道吗提前打电话会多干得多对所以不能活朋友们我干洗过就得了我从结婚前我就不该做饭你说咋的你说咋的反正做饭都是那个都是去秋爷是去爷爷做饭不是去爷爷是去爷爷做饭我说他去爷爷我说他去爷爷他说这句话我简略的送人别惹他就搂着你了我觉得他休息爷不能做饭他说做饭去爷爷人家管了宴不都去爷爷一般人家做饭就是人一般的不是客家一桌小饭一盒等着上菜就行了咱长得回家得赶快做饭撒饭的撒饭撒锅你不知道哎吃完宴真是吃完宴不是我深有体会不是那个吃完宴是吃完宴是吃爷爷做饭不是吃完宴你看了不一看长得都是在家做饭等着那个等老爷们吃的老爷们吃的咱长得都是做完饭等着老娘们吃的时代变了时代变了你看上岁数咱岁数几岁啊？岁数大点的，咱岁数几岁？我36，你36，俺五十那个多了，55。啊，相当于他六十了，选出了20多岁，选出20岁，他也不认了，不就那样？你就这样干过去了？对呀，扶你提高了，创业来了，对。